算是在咱们舞台上捧哏的首秀吧，第一次。对，公开场合他真是捧哏的首秀。我就怕我捧哏脱后。没，因为我那个腿长也不怕脱。好，王鹤棣、辛杰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能够到这一轮啊，挺不容易的。对，说句实话啊，我心里边感觉有点对不住大家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跟我搭档往台上一站，长得实在不像搭档。是吗？像奥运会一个比赛项目。什么项目？高低杠。的确，你比我略微的高一点。啊，那哪是略微的高一点呢？不过呢，能够来到天津说回相声，我们哥俩心里边挺高兴的。对，到天津你就得看相声，是吃煎饼果子。嗯，要是到了北京呢，干什么呀？看京剧。对，到了安徽，嗯，看黄梅戏。没错。要是到了东北呢？怎么着啊？哎，东北二人转大伙儿都知道。你看现在呀，二人转也是火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啊。我喜欢二人转，对，也喜欢研究二人转。嗯，你看我有研究成果。什么成果呀？二人转分九腔十八调。你来来。正月里来是新娘儿，村里村外锣鼓喧天儿，小家人在房中巧打扮儿，狮形头戴金簪，瓜子脸儿赛粉团，红红点指点春边，身上穿着小花衫啊，大门摇音摇尾，嘴说是看秧歌啊，其实是会情郎王一木王海山啊，哎哎呀啊！这个就是二哎人呢，这儿呢这儿呢，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呢你？不，就是给您展示一下，我怕大伙儿忘了鼓掌，我起个带头作用。你别起这带头作用了啊！听着是不错。您看啊，表达二人转人物这个情绪就在这些个调上呢。等会儿，怎么？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。你这狗怎么不同？谁是狗啊？啊，不是你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我认为就在这个词儿上。不。在调上，在词儿上，在调上，在词儿上，在调上。等会儿，你也不用说在调上啊，我也不用说在词儿上，怎么办？现场来一回行吗？现场表演。对呀。那怎么来呀？起调背词儿，起调背词儿，非打起来不可。不可能，不能啊！来一回。那这回我铺垫一下，你说说，我给你个便宜。什么便宜？你死了。我。这是便宜吗？不，你死法特别好。怎么死的？自助餐，自助撑死。我撑死了，煎饼果子自助啊，行吧，17块钱一位，你吃26套，活活撑死了。我太没出息了吧我？我呢在外边遛弯，对，我打你们家门口过啊，我一看可坏了，怎么了？嫂子就是你媳妇儿，我媳妇儿一身素白，正跟前来吊唁你的亲朋好友，哭呢，斗地主呢，斗地主，快点啊，我等到花都谢了，你是哥哥还是妹妹？别美眉了就。怎么那么 happy 呢他？不是，他可是贴了一脸的白纸条，那就是输了。我得安慰嫂子几句，是得安慰几句。我可句句唱的都是悲词儿，我准难受啊。我用喜调唱出来，没问题。那咱们试试，来一回要唱了啊。正月里来是个新春儿，听说那眼线男昨天丢了活儿。依我说，嫂子你节哀顺变吧，别悲痛，别伤心，那死人不能变活人啊。大门摇音摇尾，那画眼线的不是死了吗？啊，从今这往后哎，怎么着？咱们两个过日子儿吧哈。哎哎呀，别唱了你。